前排是路灯花，那肯定是要交给酒壶了。五换五感觉有点亏呀、啊。没办法，这一家只能这样的。哎，老大，这一家怎么有点眼熟了？是的呀，以前打过的，但是失败了。What？那就上吧，老大。哦，经过我的多次尝试，首先肯定是要上酒壶。这一家最难搞的就是水晶兰，得先用一个治疗骗他的技能，然后二思路上橄榄和海鸥。好像有点靠谱哦。就剩了两个豌豆迫击炮了，差一点就成功了。事实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，只是我们的运气不太好而已。哎，溜了溜了，又是全军覆没的一天，不要忘记给老大点赞哦。